对，所以就把它垫高。让我找一下。对，主要的目的就只是垫高。垫高好。哦，这个花我有买。对，就这个花嘛，这就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就这样放下去，然后你就放两颗洋葱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鸡肉就好了，你就丢下去，嗯，就这样。然后等一下，我拿一个米酒一点点。米酒一点点。米酒的原因就是说它，因为它需要有蒸汽嘛，它那里面才会开始 steam， 所以你就是一点点，嗯哼，就这样，好，就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即使你加水也 OK， 嗯。